这门艺术靠他们将来的发展，希望在他们身上，你首先要给他们希望，然后你这门艺术才有希望。特别忐忑，就说皮影戏再过十年，我们的师傅七八十岁的老艺人，他基本上不能上舞台表演。像这种废皮子的一些废钉，可以咱们就可以废物把它变成一种艺术品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。每次做出来的艺术品吧，就像自己的小宝贝一样，特别珍惜。就越来越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，然后还能进校园，然后把我学的这门艺术，这门快乐带给大家，带给老师同学们。你弄脏了我的床单。因为呢，皮影，可以让我们懂得一些道理和长一些知识，然后呢，也非常的好玩有趣。真有光亮的宝轮。